耶嘿，逮爪子，逮爪子！我没找到老板。这是上班时间的嘛？啊，简直没得规章制度了啊！说朋友嘛，下班去说嘛。伢子，老板。嘿，师傅撒一脚就是这儿。哎呀，美女啊，久等了。我要的东西你带来了没？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了。你要的啥嘛？我的豆豉呢？哎呀，这个简单，你给我多喂点，等会给你等新鲜的。你在那边好吗？我在这边好啊，妈妈。他们没有别的吗？没有啊，这边有吃有喝，你放心嘛，他们给我承诺了的，只是薅我的羊毛，不得吃我的嘎嘎。完了，你还年轻呢，妈妈送你一首歌。啊！哎。你个畜生东西啊！你看你把我的庄稼糟蹋成啥子样子，老子今天好好教训你一下。来噻，来龙老子噻！啊，你有脾气就把我打败啊！我们就看哪个老婆硬。爷，你还敢鼓我？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打得心服口服。我明跟你说，你跟我打架，你就占不到便宜啊！你说我是畜生，你把我打赢了，哎呀，你就比畜生还畜生！你给我打成平手噻，你就跟畜生一样，我打输了的啊！你就把嘴巴给我闭到。所以说啊，找对对手是关键。